另外一个方法，就是哎，我的麦克风指向谁，谁就唱，这样 OK 吗？还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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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五分钟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试试看。我爱耶稣，这个麦克风在我身上嘛，我就唱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样子，换大家唱一下，一起这样子。啊，如果这样子呢，就这一位唱。好，我们来试试看呢，来，预备，来。我爱耶稣，哈利路亚。我爱耶稣，哈利路亚。我爱耶稣，哈利路亚。他是我生命的主，哈利路亚，以马内利，阿门。再一次哦。好，我们来做动作，好，我们一起来，一样用这首歌，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。上次那个很简单的动作，大家还记得吗？忘记了吗？我爱耶稣，哈利路亚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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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是我生命。
主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神与我们同行。慈爱的父神，我将永恒教会带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你要将许多的云彩摆在我们教会的四周，让我们的生命丰富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。你要开拓每一个人的视野，让每一个人尽情发挥他们的长才。你是最棒的耶稣，谢谢耶稣。我们用歌声赞美你，你带能力的话语也是我们生活中的指引。我们要谢谢你，谢谢你派遣从宣传道在我们当中的服事，也求主赐福他的家庭，增添他智慧与事工的推动。本会的青少器到南来教会短宣，出入有主的保守，身心灵都得到造就。我们也在8月10号要举办青少器的河湾北峰成年礼，求主保守天气、交通，成就这些孩子在身心灵的成熟。同时也预备8月6号将受洗的人，这些会友欢喜入你的门，来建造他们的新生命。我们的精灵关怀协会已经社区化，感谢神透过各样的课程引领更多人走进你的国度，营造幸福的家园。今日我们要透过王牧师的口传讲人生春夏秋冬的生命态度，透过不一样的角度跟价值观与神连结，活出生命的色彩来荣耀你的名。会众请坐，我们来一起来共读主导文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好，最大的诫命，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爱主你的上帝，这是十诫命中的第一，且是最大的，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好，接下来今天的圣经节在罗马书的11章33到36节。